你还要点什么？切那个切字面吗？切那个面是什么？切拉面。对对对，好吃。蛋仔面。蛋仔面吗？你应该会喜欢的。嗯，我要吃饭。OK。猪肉饭、猪油拌饭。我猪肉拌饭。好，猪油拌饭。那你看还有没有要点什么？他刚刚有推荐这个，但是鲜蛋苦瓜，鲜蛋苦瓜，这个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配方的吧。哎，还有他在照相，他给他慢慢照，因为那里面烤的比较慢。那你们要不要先等一下再上菜？好，都可以。那你慢慢，那两条鱼，一斤排。然后是这个茶的一个，再放回去。宜兰小炒。配方的。好好吃，有点甜。然后加东西，这个喝酒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喝酒的，啊，喝酒就可以。这个，喜欢喝啤酒的，你喝酒再喝这个，应该不一样。你喝完这个再喝酒，看看。好木脸